敲碎了寒冬冰雪万里，敲响了中华大地欢歌笑语。寒冬冰雪万里，敲响春天温馨晨曦。你听，你听，你听，新年钟声敲起，敲碎了。迎春花开春意暖，声情并茂五新春。我们诚挚邀请中嘉文学艺术家精心举办多元文化艺术晚会。表演形式五彩缤纷，原创诗歌、微电影诗歌、表演剧诗歌、情景剧等艺术创新独树一帜，原创歌曲、原创音乐、原创舞蹈，让人耳目一新，震撼心灵。我们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艺术，相聚在这里。我们期待热爱文学艺术的所有朋友不分国界相拥在这里缓歌徐吟，祝福天下所有人新年快乐，健康平安。